亲爱的姊妹，伫主的内面，甲你请安，咱又搁见面啦，真欢迎加入这个时间。虽然听众朋友拢已经知影讲，咱这个节目啊，不过也是照惯的啊，来介绍一下咱节目的名。阮节目这个名叫做《生活漫谈》嗯。生活漫谈，咱知影有一挂听众朋友是老朋友啊，习惯听这个《生活漫谈》，听到这个音乐，咱就知影讲啊，《生活漫谈》来啊。相信每一个拍开收音机的时阵啊。你都感觉真意外，不过呢，有一挂新的朋友真欢迎你加入这个节目。安尼，咱个个，咱的节目的名，佮对新朋友讲一解，好不好？生活漫谈。对，节目的名叫做《生活漫谈》。今仔日咱要谈甚物？咱即几摆哦，你讲的拢是你讲一挂情绪上的问题。情绪上的问题哈，得到一挂这个，还是讲对咱身体啊，是讲灵性有这个不良的影响啊，和咱的情绪有这个变化。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希望说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启发啦，说启示啦，在我们的节目呢，在我们所谈的呢，让我们得到一些方法，可以来疏解，就是说来解决我们这个万分别人的方法啦，还是说万分别人这个妙方啦。对，我们知道说万分别人是不对的，耶稣也用他很严格的标准来教示他的学生，他说呢万分人就等于是太死人，所以不能万分人。我虽然这样说，但是在人的一生里面，哪有可能说没有这个死对头呢？哪有可能说没有一个一说万分的人呢？可能是这样，我们都可能有机会来遇到咱所不欢喜的人，还是说咱所万分的人。这种人可能是男，可能是女，也可能跟咱家己哈是非常熟悉的人。但是当然，咱产生这个万分的时阵啊，耶稣教是咱这个要安怎来排解，也是讲真好的办法给咱。是甚么办法呢？这个方法是耶稣的学生彼得捌问过，就是讲下面万分你的人，无论伊做甚么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总着爱下面伊。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下面人七十的七拜，对吧？对哦。七十七拜下面人，意思呢就是完全来下面人，并不是说咱下面人四百九十拜了后呢，第四百九十一拜，咱都无要下面呢，一定呢爱给偷渡回来。这我知，下面人七十的七拜，就是讲完全的下面。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表示是完全完毕的意思。那么，有一个人感觉。下面别人是一种被动的、无志气，甚至是真软弱的行为。这实在讲哦，这种想法是唔对的哦。一句话来讲哦，普通话是安尼讲哈，有仇不报非君子。有仇不报非君子。对，就是安尼讲。我看哈，所谓这个有仇不报非君子，这个君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是咱的主所讲的君主呢，还是讲属迄起的人所在讲的？那是讲属耶稣所讲这个君主啊，咱就合乎咧，会当讲下伫咱的标准，下伫主所要求的标准。是讲下面别人就是用这个标准来做这个准则啊咧。
这是巴丹 KFM 102.3云电之声爱频道，亲爱朋友，我每一日播送的时间是印尼时间早起7点到9点，下播5点到7点，下午10点到11点，也就是新加坡时间早起8点到10点，下播6点到8点，下午11点到12点。愿上帝为你更新你的每一日。
FM 一零二点三 ，KFM 一零二点三，云电之声，爱频道。咱的主题马太十八章二三到三十五节，真趣味的，甲咱讲到这个道理，然后从这譬如给它讲出来。哦，什么譬如呢？伊讲有一个萝卜哈，伊欠主人欠王有真侪银呐，王呢啊，甲伊安尼正式要甲伊算账，总算起来呢有千万的银呐，伊家己什么都拢无，伊都甲王请求啊，求王宽赦。宽容伊，将来呢，那有一定行，王就听伊的要求来答应，免伊这个萝卜的一千万的债。哦，那这个萝卜哦，得到真大的稳定哦。但是这个萝卜啊，伊拄啊打出门，伊拄到一个欠伊十两银仔的一个萝卜，就是另外一个做萝卜的人，伊就甲咬咧，啊咬迄个欠伊十两银仔萝卜，你暗棍甲伊捏咧，逼伊都爱行伊一个债务。哦，这个欠王千万两银，哎，这个萝卜实在伤过分啊！对啊，但是欠伊的钱，这萝卜呢，也赶快来哀求啊，唔忙讲会当宽限，何以家己呢？那有钱的时阵啊，答应伊。但是这个萝卜，那个无一个怜悯的心嘛，竟然呢，改两个管家，哎，我感觉真艰苦心啊！这种无怜悯别人的心的人，实在应该受到处罚才对。就是安尼讲啊，当这个代志发生了后啊，其他萝卜拢感觉真唔对，伊就甲王讲，王知这个代志了后，就叫迄个欠一千万的这个萝卜来对伊讲：“你这个歹奴才，你甲我要求，我拢赦免你一个债务，甲你免债。”你不应该呢，对一个朋友、对一个同伴无怜悯的心，亲像我安尼甲你怜悯，都甲伊掠起来关家，听候伊所欠的这个债还清了后，才要互伊自由。这个哦，唔肯来赦免别人的人，伊嘛袂当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对不？对。所以咱的主啊，伫讲这个譬如了后，伊就安尼讲一个结论：恁达人若无对心内赦免恁的兄弟。我的天父也无要赦免恁，赦免别人是上帝的命令，买咱讲是得到伊救恩的第一步，对吧？对，事实就是安尼。咱不断的咱对主来得到这款的信息，这款的教示，耶稣唔望咱亲像伊愿意赦免咱，哈，会当讲是无条件来赦免别人。当然啦，咱不会讲上帝的恩典，是有条件，是有代价。即使讲咱也无赦免别人，上帝也无赦免咱。即其实呢，是咧指出一个真下的圣经，也是讲即感情，也是讲心理灵性即基本的原则。即使咱也无赦免别人，却唔望人得到赦免咱，我看这是违背上帝即个赦免的原则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其实咱会当安尼来看赦免的问题。下面是上帝给咱人本来就有的，咱本来就有，就向下面别人啊。施主，你若无信哦，无你试看卖。下面的颠倒病就是怨恨。第一，当咱啊怨恨别人的时，咱就会破坏彼此的关系。第二，就是讲当咱怨恨的时，就是损害家己健康的时阵。施主，咱来咱去问医生哦，就知影讲真侪即病痛加生理上的无爽快。真侪拢是对怨恨的关系，怨恨伫个身体内面来破坏咱的健康，破坏咱的一切，这拢是真无自然的。上自然的代志就是讲爱下面别人。我想着讲，这怨恨呐，敢若毒蛇，敢若囡仔共款啦。怨恨呢，会造成损害身体、灵性。这下面，通讲是上帝所荷兰，也是荷兰这个陷阱啊。你所讲的真有道理哦。怨恨干来讲损害咱的身体，和咱身体无健康，下面则是上帝赐予咱的本性。基督教上讲究的是疼，上帝就是疼，无疼就无下面啦。所以只有下面才会当来体会出基督教上深的真理。另外一方面，确实咱也是唔盲讲有这健康的感情啊，健康的灵性，健康的身体。讲这下面呢，通讲是上好的良药，一点啊都无过分。
啊，咱今仔时间到这，爱暂时跟你讲再会啊！希望后一遍你会记得去收听我的节目。希望上帝祝福你，再会。